2021年，我市共有491所初中学校的学生报名参加中考，共有中考学生90544人，其中社会考生1898人，各类考务人员约1.25万人，计划编排考点156个。无论是涉及的学校数、考点数，还是考生数、考务人员数，都远超刚刚过去的高考。根据疫情防控要求，为减少人员交叉流动，避免聚集性活动，确保广大师生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经过慎重研究和组织包括疾控专家在内的各方专家评估认证，我市决定将原定于6月20日至22日举行的2021年中考延期到7月举行。延期后的具体考试时间，我们将根据疫情形势综合研判，尽早确定并提前通知。